确定有完成之后，把三宝盒那边我加上好了之后，然后先到楼上。直接吃掉？没有，我在跟着，就是董事长那边，董事长也那边，然后这边董事长那边好吃。好，然后好了之后再带带你行走，那我们就上旁边坐。旁边那边有咖啡水杯和那什么，那要加水，然后让行动有消除一些不良的气。然后那是大家平常可以放一些大家喝大学生好了之后再吃来吃饭好吃酱我不知道他在干嘛那就是有找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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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金子哦这个要等一下啊问啊地址会请庆祝像这次的啊吃酱然后就不吃好你这种不给你有只要地址附上来然后请是家人中间还有神中间一些都没有一般的家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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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到门口，我们要向门主感谢，感谢请门主来帮助，因为他是老师的对待，对待来帮助带走。然后，那三德他也不是谢谢，可是他们就是我这边还是也是这样，对，他蛮时间的，很多人，很多人都这样子在。门神答谢我还是不少会请门神多少再帮他们怎样搞不是的把这位心动者拿钱给你爱心然后一样在你的心动下运动第三关你把这位是当时会的心动者的生命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让你精神比较参拜然后在晚上再让他休息一下，然后我会请下顾春来询问到今天的事情。也是院长自己跟光明老板也是不成，是不是要请一杯再三杯过三个三杯？之前有看到了之后，就要去运动，再休息，然后去走步，把身体练起来嘛。那现在这边有这么多人，把自己身体强化，练多哈，就再来吃饭。好，然后我们都他一般就想我们要到哪里？那这一段。反正就是顶正常啦，去讲，讲讲天涯，讲问代志，那可能讲是无啊最难的，从顶点开开起来。我今嘛也在陪你乖的。他们都乖孩子了好像这样的乖孩子都有你也看到我不会准备我哄在这里我的照片两条块钱来。两条块。有时啊，你无遮侪代志啊，卖加去走平庙，中庙是好所在。应该是讲你去共拜拜佛去。你若一直去共问代志，对你家己来讲，并无帮助。Thank you.
是说开头。你真的有朋友会指点教你一些方法吗？就是有朋友带他去，然后带你去做什么？之前的吗？对呀、啊，就是不去做啊。速起铁铁，引起红铁硬，不安硬，杀花云红烟强，红烟红烟红烟烟，杀啊！你看最前面那个，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成百了，不用再写字啦。你参加的时候就顺便告知来意啦，顺便加加点两次加。阿弟硬硬不硬，长的速我还用，红火的天也杀啊，红的天凉。你这直接放掉好。不行，速！我看看麦。你先去外面看看。你先往外面看。看好了。正经有开过户的，互你登记清楚体。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甲你交代。交代是请要做爱。卖个世界乌白乱乱做，啊！去甲舅父恁甲文书。后续的建议，那我总是觉得。王爷，我从来去的那个门啊。他家有前后门。哎，你家有前后门？我家有前后门，有前后阳台吗？都有前后阳台。你讲完那一段，我再告诉你。所以你才带他去看。至少我会故意去一间。他去庙，一般拜拜没有关系啊，没有说都不要去啊。一般拜拜，因为没什么，可能跟送神拜拜是没有关系的。你又不是说去那边，去那边送神，帮忙帮我去去去。对啊，一般拜拜没有关系啊，像我刚刚讲，一般拜拜都没有关系，也不要去求一下。但总不能因为不等到所有后面都不去，对吧？那神没有拍照吗？有啊，拍了。啊。我给那个。后面之前去了，你就拍拍照。是。啊，工资是怎么样？就放到信里。还有。这个跳过。再来。没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没有问题。有咧揪油皮，你也想开一片吗？有的话，我再一次帮你。我就无咧开红烧鱼。你这个想要求鱼片吗？可以吗？好 ，OK， 那没问题，那就是先开。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先请这碗面适合什么方向？平日，可以的话，平日一到晚上开关。直接告诉我，比如说，他有前后，他有前后。我刚好说他有前后，对对对，他有前后的，就像你说嘛，有天他们有另一个的台，哎，那我们可以去问，这里是讲国剧，挑选他喜欢的台，我是的代理亲自走天下，你可以先问问地方的政府，看你的哈，可以问你需要再跟我们说，因为福利都有办，请从这边请自己的主持人，请先自己的新主持人那边请他坐。就不要讲了，就讲了肉肉的。如果有工作的话，你就换个对吧？对啦。正在要加薪水，不好意思，今天还没上。没问题的。就还没顶住。另外那些福利呢？我刚才在讲餐饭。一次定的，拿去外面，放在那个加州去外面。对，希望他们桌上可以，然后就直接先我没有放桌上，放桌上没问题。好，现在就详细，记得哦，马上就要带事情要记哦。好，辛苦你了，谢谢那边，谢谢你，小心哦。可以。请他们今天晚上可以进去还是等一下？修大修大，他所谓的前后是什么？前后阳台啊，哦，不是后门哦。你刚刚有问啊，我说你们前后是有前后阳台啊。哦，我以为是后门。会完整的内容吗？会啊，要叫跟大家洗澡吗？还有这件事情呢？写多少张？书写。哦，不要。我一直谈好多。你拢不爱念书的，不怪。静下来。天气热哦。嗯，讲话讲一讲就谈卡住，很多谈。
能坐在顶头的。好。护身，护身，护身，你都好不好？信用不用再想处理很多事情，如果你真的说信用不好，什么理由的话，就是什么地量不断在那姓名，谁谁谁现在要进去承上，什么什么那个地界，谁是一个债主，我他恭喜地量和家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修改。这个护身，这个是护身。今天一个要三次。要放，可以最好设备放一下。左要护身，左斜，坐，坐那边干。真的哈。哎。坐下。你这个跳完了没有？还完了。啊？有。我跟他讲。就当心跳。然后，先交给你。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喽！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